命令啊！哦，这边人拢唔捌你话好食物件嘛？啊，你捌用一个送餐的平台嘛？捌不捌用无？新加坡不过仅有新闻，我尽量支持我的小贩和他的餐饮业者，就算要待在家里，还是要吃我喜欢的小贩食物，所以我会利用我们的送餐的服务来卖硬食。哦。啊，今天哦，啊有一个好消息，啊可能大家吼、哦，可能大家在那个餐饮业的朋友在，那新加坡企业吼、哦、发展局 ESG 表示，餐饮业外卖增强配套 food delivery booster package， 不是 booster， 是 booster。Oh, booster，OK，、okay. food delivery booster package 会延长一个月哦。当然。啊、那我打袂晓，我就爱叫关公来打咯。Food delivery booster package 啦，安尼不袂晓。哦，人听有着好啦，唱个增强都是延迟多一个月，到个下个月才无好啦。哦，一听无我就爱去穿我的衫了。欸真是好消息啊！听讲咧，原本喺呢个六月十五咧就要 stop 啦，而且六月十五都 stop 掉。那提供咧送餐的服务呢，餐饮业者呢可以。多一个月的政府的补助，政府抵消使用送餐平台或是第三方物流服务的部分成本。使用那个送餐平台的业者可以获得企业级补助的5%的佣金哦啊！如果你使用第三方的物流服务者，当即会补助多28%的成本哦。哇哇，真的厉害！听说呢，这多七个送餐的平台和物流机构呢，加了这项节目之后呢，这个计划之后呢，不是节目，这个计划，所以呢，餐饮业者只要在计划下通过。总共有13个送餐平台，13个哦，或是第三方的物流机构送餐，这样就可以自动获得补助，都是政府。隆重的贴，乌的贴，不啊贴吧。快点，乌康也得贴掉。那很好啊，虽然呢，我们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准许两个人啊，允许两个。不是准许，是允许。允许两个人在一组堂食，现在在外面已经变成我们生活新的常态的一部分，我们还应该尽量在家里我们的饮食不要不妨大家不妨可以尝试通过送餐服务支持本地的餐饮业啊。那火锅先得你唔惊话好食，对不？你上暑假食火锅是咪？我不能哦，不能两个人，你不能坐你某去啦啊，我咪坐我囝去啦啊，咱去到啦。啊，你隔壁店吃，你看我我带你看来看去，吃不不行代志。买，因为我面对这只猪咧吃物件，我吃袂落。不要哈，因为猪咧吃猪咧吃物件。你放心，我若给你吃，我会加刘德华上给你打落去，破冰你是讲我看到你吃落。